嗨，大家好，我祥顺汽车的小蔡啊，很开心今天我们又见面了，已经好一段时间了。这个没有跟各位介绍一下新的商品。那既然又出现呢，当然是要介绍一些好料给各位了。那眼下这一组呢，就是我们的 Big Tita， 然后不对，讲错了，不是 Big Tita，sorry， 是 Tita 跟 Livina 旧款的 C11 啊，哎呦，差点讲错。那它的底盘强化套件，那前面这一支呢，就是强化三脚架哈。那三脚架强化三脚架功能，其实我在前面都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。那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这个和尚头的地方，因为像其他车款比较不附带这颗和尚头，那当然它带这颗和尚头，当然就代表比较超值嘛。所以这颗和尚头少说也要，如果是强化件也要1000多块。所以它这样的一个包套是非常超值的 ，OK。那前面这两支呢，比较特别一点，或许有些车主不太会去发现，这一支在原车上，副车梁就是公车梁左右侧各有一支，这一支连接杆我们一般叫做那个辅助三脚架。那辅助三脚架是做什么用？它是将那个公车梁的受力传递到我们车体上面。这个在Big Tita 跟在 Tita 跟 Livina。上面才会看得到，是比较特殊一点的设计。那哈瑞斯呢，强化两个地方，第一个是铁套的部分，可以看到这铁套都用强化的铁套，路感会比较实在，忠实的传递。第二个是本身钢材的部分，材质的部分可以，如果各位有去车上看的话，有机会顶起来，它其实蛮薄的。这个的话哈瑞斯就蛮厚的，所以这一个在抗扭曲上面或是传递力量上面，当然效果会比原厂来的更好。那讲到价钱的话，我们原本的价钱在我们公司里面完工价含定位的服务加起来是11500。单独三脚架的部分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是7500含定位安装服务。那针对这一个像这个辅助引擎角整组的部分的话是4000块完工价，加起来是11500。那当然我今天来现场就是要给各位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惊喜啦，所以这现在我在推广的价钱的话，完工价是10500块，是差1000块。哎，那当然该做的服务，我们讲说安装的服务啦、定位的服务啦、后续的保固啦，这各位都放心。那只要在店内安装，小店都提供1年的一个保固服务哈，不限里程。那如果说您在安装上面有遇到，比如说定位偏向，好比是说可能我们角度差一点，都可以回来再重新做。好，那如果说在行进路面的时候有听到一些异音，回来查修，只要有检查，如果是以上我们更换的这几个强化套件有问题，我们都是免费的更换，工资啦、材料啦，这我们应该出保的，我们都出保。各位可以，应该，其实，在新竹地区，我们公司的这个保固服务啦，其实是很充足的，绝对不会去怠慢到各位车友哈。那我这边再跟各位做一次，再做一次介绍哈，就是强化三脚架组，然后再加上辅助三脚架、辅助三脚架一组。好，那车型的话是我们的 Tita 跟 Livina， 那 Livina 就没有分喽，好，没有分那个7人座或5人座都适用。那原价是11500块，现在优惠价做促销是10500。那包括的安装、材料、定位、保固期是1年，好 ，OK。那我这边跟各位说明到这里了哈，有需要的车友的话，尽情把握，好吧，趁这一波就把它做个提升吧。OK， 谢谢各位喽，拜拜。